彼此一起做寿桃，感受手做的温度，感情也加温。所以他就是用全净思，我们要给大家回归清净的本心。净思的产品都是自有师父的祝福，都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安心。活动受到不同年龄层欢迎，大家都很用心做，也为女儿借着寿桃对妈妈说感恩。知道她很健康咯，她的东西很健康，又方便了。感恩妈妈一向以来这么爱我啊，这样子这么疼我啊。制作过程遇到问题，有老师随时教导。这对妇女是从脸书上得知这项活动，很开心哦，然后很幸福啊，因为爸爸还能抽空时间今天陪我过来这边一起做寿桃，爸爸也一起动手的话就更好哦。At least 他知道我们平时是怎样做的，有一个机会给他学习也好。有这个机会来这里，学个东西啊，寿桃啊，寿桃，对哦，又吃了又健康。送寿桃是中华传统文化，也象征晚辈对长辈的孝敬，健康长寿的满满祝福。台视新闻冯律熙马来西亚报道。